大家好，随着星舰五的成功发射啊，人类重返月球的目标又进了一步。马斯克说呢，让人类成为多星球物种，它不是科幻，而是 SpaceX 的终极目标。今天啊，我们就来聊聊星舰是如何将在月球表面实现安全着陆的。这个话题啊，看起来是简单，但实际上涉及到很多鲜为人知的技术挑战。 呃，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啊，登月版的星舰和我们在新闻中看到的完整的星舰，呃，有很大不同啊，它没有那个巨大的 super heavy booster 啊，高度呢也从一百二十米啊、呃，大概下降到了五十米左右，这是因为月球环境啊和地球完全不同啊，不需要突破大气层，也不需要那么强的推力啊，但是啊，呃，缩小版的这个。 星舰依然面临着独特的挑战。你想象一下，一个接近十五层楼高的这么一个飞船，需要稳稳地停在月球表面，这不是个简单任务啊！月球环境啊，给星舰带来主要是三个挑战。首先是重力环境。那月球的重力啊，只有地球的六分之一啊，这听起来似乎让这个着陆变得更加容易，是吧？但实际上呢，它增加了飞船控制的难度。 啊，呃，就像在太空中一样啊，你稍有不慎就能造成过度的反应。其次呢是地面的条件，月球表面啊覆盖一层细腻的这个月壤，在阿波罗任务中的数据显示啊，这些软月壤月壤的性质是十分复杂的。呃，当新建的发动机喷流击中的这些月球表面的时候啊，会产生大量的月壤飞溅，这些高速运动的颗粒不仅会影响视野，还可能损坏飞船的。 关键设备啊，最关键的就是着陆的稳定性，是吧？星舰啊，它需要携带大量燃料才能确保返程啊，你不是单程跳，是吧？那这些燃料的重量啊，会让飞船的重心变得很高啊。根据物理计算啊，如果着陆的支撑底座直径为三十米，那么星舰允许的最大倾斜角度啊，其实是相当有限的。 那为了解决这些挑战啊，SpaceX 在月球版的星舰上呢做了一系列特殊的设计啊，呃，我们看看这些独特的设计方案啊。那着陆支撑系统呢采用多点式的分布设计啊，不再是简单的四个着陆支架。这个系统呢能够自适应调节，哎、呃，就像一个智能减震器，哎、呃，可以根据地形情况自动调整每个支撑点的承重。哎、呃，这个设计呢其实是借鉴了阿波罗登月舱的这个。 经验啊，但是在规模和技术上是有了质的飞跃。在动力系统方面，月球版的这星舰呢，它可能要配备专门的着陆发动机组。这些发动机啊，不仅可以精确的哎调节推力，而且呢，还能根据这些需要呢，改变推力方向。在接近月球表面的最后阶段啊，发动机会进入一种特殊的 hover 啊，就悬停模式。通过精确的这种推力控制呢，确保飞船能够平稳降落。 那最让人担心的还是月球地表的这个承载能力啊。根据 NASA 的月球勘测数据啊，月球表面的承载力在不同区域啊差异很大啊。SpaceX 的解决方案呢，是在着陆之前呢，先用小型探测器对预定着陆区域进行详细的勘测，通过激光测距和地质分析，确保啊选择的着陆点有足够的承载能力。 呃，那当然，如果出现意外的情况，我相信星舰啊也应该有完整的应急预案。比如着陆过程中啊，如果发现原定的着陆点不合适，哎，可以快速切换到附近的备用着陆点。系统呢会实时的计算燃料储备，确保啊有足够的这个机动空间。呃，那另外呢就是如果检测到啊着陆后开始倾斜。 飞船呢、啊、会立即启动姿态调整系统，通过侧向推进器嘿嘿、哎，精确控制，能够在危险发生前呢纠正过来啊。最极端的情况，哎，就是如果预判着陆可能会失败，星舰啊可以启动紧急的上升程序，哎，重新进入月球轨道，等待新的着陆机会啊、呃。成功着陆啊，其实只是第一步啊，确保星舰啊能够在月球表面长期稳定的停放，其实同样重要。 我们都知道啊，月球表面是温差巨大啊，从零上一百二十度到零下一百八十度，这个剧烈变化可能会导致地表的膨胀和收缩，这就要求支撑系统啊也能够适应这种变化。SpaceX 的工程师们啊设计的一种巧妙的解决方案，着陆支撑架也采用特殊的这种合金材料，具有良好的这个热膨胀系数，能够应对这种极端的温差。同时啊，支撑架的这个接触面采用蜂窝状的。 哎，这种结构啊，可以增大和月球表面的接触面积，降低单位面积的这种承受压力。呃，那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未来的发展规划啊，星舰啊不仅仅是一个登月舱啊，它的终极目标是支持月球基地的建设，一次性的运送一百吨的货物啊到月球表面。这个能力是革命性的。要知道啊，阿波罗任务最大的也就是携带几吨物资啊。 那 NASA 的 Artemis 计划呢，已经把星舰啊纳入了官方的登月方案。这就意味着未来星舰会在月球基地的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。那运送大型居住舱和科研设备是吧？一次性完成需要多次任务才能完成的这种部署工作。另外呢，就是携带月球资源利用这个设备，比如像制氧装置啊、水提取装置啊，给月球基地的这种资源自给自足打下基础。 甚至也可能运行小型的这种核能装置，是吧？给月球提供，哎、呃，这个基地提供稳定的能源供应啊。呃，其他国家啊也在这个积极推进月球探索计划啊。中国计划在二零三零年前啊建设月球的科研站。印度的月船三号啊已经成功啊着陆月球的南极啊，都在给人类月球啊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。但就运载能力来说， 你还就得说星舰，它的优势啊是显而易见的。最后呢，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个呃星舰啊月球着陆的这个核心挑战啊，呃以及解决方案。<coughs> 从技术角度上看啊，这个任务就像是在挑战物理学的极限。一个超大型的航天器啊，需要在没有大气层缓冲的情况下，精确的降落到月球表面，还要保证长期稳定运行。 s p a c e 的这个 X 的方案是极具创新性的，他没有简单的放大阿波罗登月舱的设计，是吧？呃，而是开发了全新的技术路线，啊、呃，从发动机啊、呃，这个到精确控制啊，到智能的这个着陆支撑系统，再到这个紧急这种预案，每一步呢都经过严密的这种论证啊。就像马斯克说的，登月啊不是终点，而是起点。当然啊，理论和实际是吧？ 啊，永远都存在着差距啊！即使经过无数次的地面模拟和轨道测试，真正的月球着陆依然充满未知和挑战，特别是这种全新的模式，哎，但是啊，这是这种太空探索的魅力就是所在啊！它通过呃不断的尝试和这种创新啊，突破我们人类认知的这种边界，所以展望未来啊，月球的。 呃，这个探测任务啊，将给人类探索太空开辟新的篇章啊！它不仅仅能大幅度降低登月成本，更重要的是呢，给火星移民积累经验。毕竟啊，我们啊能够解决在月球表面上安全着陆和长期驻留的问题，哎，就离这个实现火星上的梦想就更近了一步。所以，让我们期待啊，星舰的首次月球之旅。虽然这个任务充满了挑战。 但正如这个肯尼迪总统在一九六二年说过的那句话，我们选择登月，哎，不是因为它容易，而是因为它困难。今天啊，这句话依然激励着人类探索太空的脚步。好吧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啊。这个，如果你对新建的月球任务感兴趣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